这他行不行呢？那就是他的造化了。这送这以后就行了，又抢救，又缝合，又输液的。你还有多少钱呢？我身上总共600多，现在花的一分钱不剩了。600多都花没了？啊？那你还跟我吹什么牛啊？你说你赔我保险杠钱？哎呦，都到这时候你还想着你保险杠呢？哎呦，当然我得想了。哎呦，我招谁惹谁了？我今天口口誓言步步是坑。 本来已经追上你老公了，是吧？能把那保险杠钱要回来，结果又让你给放跑了。你少我老公啊，老公的！我口误，你前老公行吗？你前老公。哎呦我天！病人还在抢救呢，你们吵什么吵？哦，快点，交费去吧。嗯。这孩子交什么费啊？不是。哎，你说那人不会有事儿吧？ 我发现你这个人真是，职场管还惦记人家，啊？你以为我跟你一样呢？一点都没有男子汉的气魄。是，我是没有男子汉气魄。你有，是不是因为你太爷们了，所以家你家爷们儿？哎，你有病啊你！靠边给我停车！不是，靠边。 不是这么晚了，我送你回去不能说。我不用，我自己有腿，我自己走。停车！别抓方向盘！停车！这怎么停啊？到头旁边都是车，我到前面给你停不行吗？你别下！哎，你干什么？耍流氓啊？美着你，我跟你耍流氓，你不拿镜照照自己，你还……我照什么呀？我再怎么照也比你强，看你那样吧。 嘴子小心眼儿，还抠门儿！哎呀哎哎哎！哎，你干什么呀你？什么干什么呀？你别乱讲，我的车后边让人给顶了。又不是我顶的。啊，对，是不是你顶的？但是因为你顶的吧？瞧你这嘴脸，给你。这什么呢？这是。 怎么就你？月月哭穷，真是的。那可不真穷啊，哪是哭穷啊？你想想，啊，我们家就我一人挣钱，是不是？我这上有老娘要养，下有女儿要供，那一分钱恨不得掰成八瓣花都不够用。要不你们怎么管我叫周八瓣呢？不是，你看你笑，我说的都真话呀。<笑>又贫上了是不是？我不是贫呐。 他们都知道我可怜，再这样说了，我这车上顶了不说，这油价也老涨，是不是？我都恨不得把我这血抽着当油烧了。可是我再怎么抽，它也抽不出几升来。但是嘻嘻还是，你看，挤嘻嘻呀，你看你们还好意思笑？我现在真愁，就赶上那个米汤半浆糊了，愁上加愁啊！我的亲人蛋子，我那保险杠啊，那就是我们家的生活费。 你等我找那主啊，找了以后赔了我钱，我再交这份钱，你看成？周八爸，
我这是按章办事儿，你如果不交这钱啊，你去找领导说去。快，别在我这磨叽了，你没看我这忙着呢吗？小娟儿，嗯，哎，这还差一个小时呢，你怎么就来了？我不是想你了吗？少来少来，真恶心。你呀、啊，要再早到一步，你就碰见他了。谁呀、啊？嗯，在那儿，非典司机送来的。哟，我幸亏没早来，我要看见他不得烦死啊！那嘴又脆又贫。哎呀，巨贫。他说呢，他几乎一宿没睡，反思来反思去，他觉得还有一点没脸见你。他说他没脸见我？嗯，还差不多。哎，他跟你说没说他那车后保险杠那事儿？你说了，说要赔也得是肇事者赔，不该你赔。他还说呢，看你一个女同志可怜，要不然他就先把这 MP4 给扣下了，等你什么时候给他做了证，他得到赔偿呢再还给你。他还说呢，他女儿呢就想要这玩意儿，都磨了他好几个月了。然后他还说要买这么一个玩意儿呢也得花几百块钱，这几百块钱呢够他买多少斤鸡蛋，买多少斤肉，能够他一个月的生活费了。哎哎，老娟儿，你这急脾气，你听他叨叨这么多你不烦啊？谁说不是呢？不过他讲到那段追车真够精彩的。哎，老娟儿，你说怎么就那么寸哈、啊、偏偏就碰上冯国强，撞的就是他俩的车。哎，这说明啊你跟那个冯国强缘分未尽呗。什么呀，人家婚都结了。我说刘小站啊，给我站起来。站起来呀，干什么呀？我给你好好上上课，转过身来往外看。你看见外边那铁轨了吧？是不是从那儿分叉了？这就好比你跟冯国强，人家冯国强娶一小媳妇儿，坐上动车从那边刷开过去了，你呢，要不你就死守住这道口，一辈子独守空房，要不然呢咱也再找一个坐上另外一辆动车，咱从这边潇洒的开过去，怎么样？说的容易，那怎么不容易啊？嗯，俗话说，三十如狼，四十如虎啊。你那样不要脸，谁不要脸呢？你。哎，对了，我管你叫虎妞怎么样？去，虎爷。那你找我啊？这就是我们的周勇，周师傅。哎呀，周师傅！哎呀，别！不是大姐，你这干什么？感谢你救我丈夫，救退后的家人，感谢你。那你等会儿。你丈夫是谁？周师傅，您就别谦虚了。医院的护士说了，是他清清楚楚地记下您的车号。开始啊，我们还以为是您撞的呢，我们还想找您算账呢。幸亏啊，我弟弟他醒过来了。我们才知道是他自己翻进沟的，我们差点误会了您，这真是太感谢您了。哦，是这样。这是送给您的锦旗。不，这您拿着。这什么锦旗？锦旗。领导，您拿。来，大家一起为咱们英雄第一个周师傅鼓掌。您拿着，您说咋回事？您拿着，我也给您。周师傅，谢谢。我小姑子说呢，我们家附近呢开了个3元瑜伽店，3块钱学一个动作特值。3块钱学一个动作那还叫值？真是钱烧的。这老土，人家现在白领都学这个，巨时髦。人家那不是白领吗？咱俩呢都没领了，瞎赶什么时髦？那咱也是女人呢。哎，对，咱俩呢一块报名，你交30，我交30，一共学20个动作。够本儿啊！你太会算计了，我没那闲工夫。你刚才还说在家闷得慌呢，我不该去，你也该去。哎，为什么我就该学呀、啊？你现在不是面临着找对象的重任吗？我呢，主要是想把你打造的腰身呢更加的苗条，更加的婀娜多姿啊。我不婀
挪我就找不着对象了。我还跟你说，如果男人要都看中这个，那我还永远都不找了。哎呀，我说你真是个榆木疙瘩脑袋呀！你现在哪个男人不喜欢那漂亮苗条的女人？真急死我了，真是的。你得收下您，不是你一定要说，你千万别客气。这不是，不是我，这都是他，他不，你要收，你就这这，哎呀，你千万别客气，这不是我，收吧，这是他。那不好意思，哎，那我就带他，谢谢你们啊，哎。周师傅，还有你媳妇儿，一定要替我们感谢他。医院的医生和护士都说你媳妇这人特好。不是周师傅，哎，又长一个。哎，周师傅，真的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啊！金屋藏娇自个儿美，哦，娶一媳妇儿大家都告诉你一声。不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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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什么呀？怕我们吃利息啊？怕我们喝得起酒啊？哦，只因你平时谢，自个儿不出血，怕我们到时候不给凑份子是不是？那行，那我认罚，好不好？我认罚，改天一定给哥几个补上，好不好？我们负责，咱们给英雄的哥八瓣告别单身的庆祝。周师傅，到时候可别忘了告诉我们呢，我们可要参加了啊。是，到时候我们一定去。哎呀，其实这事儿啊，那天吧是这样一个情况，我呢没挣多少钱，哎，都是钱都是他出的，兜都掏空了，我就是把那点零钱。哎，后来给找不点，哎，找不上了。你俩都是好人，你们俩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。你们夫妻两个人都是好人呢。是是，我一定要找这样的。那二婚嘛，这大家都不知道，你们不是很清楚啊？对，咱是个二婚啊。你说这咱都笑了，咱就更得睁开眼睛好好找，一定要找这样的老婆。来，咱英雄的哥的锦旗挂墙上。